这是从这台罗命拆下来的，它的消音管消音器哈，那它为什么会那么的吵，那么的大声呢？这个消音管呐、啊，消音器哈、啊，它的里面哈、它这个哈、里面它完全没有做隔音挡板，隔音挡板或者是铺一个隔音棉所以它就是那么大声。那等一下呢我要来用这个这个就是洗碗的不要的已经退休的这个钢丝碗把它塞到这个里面去，看看它能不能把那个音量再降下来，这样好。这一台罗命这个抽水机现在还没有在这个消音器去做一个消音补强的一个作用，那它现在的噪音是89 dB， 那离机器是1公尺一米的距离以时落来测量看看，等一下，它，我处理的，有差多少，有没有降？好的，现在哈，已经把全部的这个刚才的钢丝圈。通通把它塞进去让它有一个阻挡跟消音的一个效果，但是我不知道它效果是差多少或是可行不可行那现在要把它装上去机器再来试试看，对啊。现在已经是装上去了声音听起来有比较低沉啦比较低沉，没有那个叮叮叮的那个当工啊声但是它的噪音 dB 值一样89。是比较低沉，但是 dB 值一样。观察一下它的一个噪音那个消音管改进的部分它会不会对引擎在爆炸排气有没有产生什么影响还要继续观察看看，这样。加装的那个钢丝圈钢丝刷它那个叮叮叮的那个声音没有了那这个声音是变得比较低沉比较低沉，那出力我没有感觉出来是有下降了那应该还可以，那试试看搞不好那个钢丝圈会有类似触媒燃烧的一个状态就让它来观察，来再观察。这个消音管里面给它装的加塞上那个钢丝刷那么。
它呢，啊，这个温度啊，这个消音器的这个温度哈，它变得就比较高啊，这个水一下去就起化，因为有了钢丝刷的一个阻挡，它变成热气哈，在排出去的速度哈啊就会降下来，所以它这个消音器的管呐 啊变得温度啊就会有比较高，这样反正没关系啦，只要不烧掉啊，然后可以降低噪音就好，要不然它这个简直就是等于好像加装了一个弯管一样而已，都没有多大的一个消音的效果的一个消音器。我不知道这个以前哦，这个罗敏啊，在做这个机器的时候，他们怎么在这个消音器方面啊，至少要加个挡板啊，或是怎么样的哈啊，一层两层的挡板都没有，就直排，所以叮叮叮，好像那个挡工啊一样，叮叮叮，很吵哦。那我现在把它加了这个钢丝刷以后，它的那个叮叮叮那个尖锐的声音就降下来了啊。就降下来了啊，好，现在就暂时啊这样子用啦。